小波头，你看他直命令，等我拍你呢，等我拍你呢。嗯，吐沫没有？吐一点点。嗯，嗯，哼，让我拍脑瓜子嗡嗡的，是不是？拍你你也嗡。谁叫你不给我双击？双击给我一个，给一个，来个三大补品中的一品，就是叫什么燕翅鲍，这叫鲍，鲍谁呀？这个不吃好像就绿了吧唧的，你看，你看它绿了吧唧，都把这个地方给染红、染绿了，染红。我倒是，你走吧。这个这叫鲍鱼，燕窝、鱼翅、鲍鱼，海参还得排在后面，是不是？你说它的有多么的好？嗯，贵，就像这么大一个的话，很贵，所以你还是不吃了，想吃吗？双击啊，还看呢，双击，双击，爆炸！哎呦，你看他这个头一直在躲着我，你躲着我，你躲着，你躲着我有，哎呀哈，一直在吐吐吐吐吐，这是一种愤怒的抵抗吗？不管用，你知道吧？哼，嗯，还管用吗？不管用。对不对？嗯，双击给一个，给一个，来了，整上一小锅，哎呀，小迷你，这小迷你，这小迷你，这小迷你，还有点皮皮虾。来一个小迷你，你看看这小迷你，你看看你，人家都往下长，你就要偏偏与众不同往上长，你有两斤啊，你还是有什么呀？跟人就不同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现在没有大米了，你看没有？现在没有大米了。哎，有木？老师问我墨什么味道，很香的味道，你吃了就知道。但是你要给我个双击行不行？没有油量老板，来来来，给一个。嗯，